马尾其實有好幾個我覺得都好有機會，所以今晚不會失望。同埋我其實我起咗望，我冇諗過自己攞兩個獎，我從來冇諗過我可以攞到 C 獎。喂，但係頭先個鏡頭見到阿心穎好似有啲失望，唔係咯，啲網友咧即係不停喺度留言都戥你唔抵。咁當然中意我嘅朋友會戥我唔抵啦。唔係，我始終都好多謝所有喺網上投我票嘅觀眾啦，因為其實好坦白講，每個人心目中佢中意嗰個都唔同。其實反手有些觀眾是不是投我或者不是投浩信，所以是一個很正常的事的，樣所以沒什麼的。我對我上次都說今年不行就下一年了。考不考慮一下續約還是不續約？其實不是續不續約就完全是不關有多少獎攞不攞到獎事的。我經常都說我跟公司每一次真的談續不續約呢，其實一定是講錢先的。係啊，就從來冇提過獎項嘅，所以就唔會關話，我攞唔到獎又唔會做㗎啦，咁又唔關事咯，係咯。你會約咗阿心穎 BB 點樣去安慰你啊？唔使安慰，點樣安慰？其實係要慶祝嘅，我嚟緊都會，我又想約啊，我哋劇嘟嘟嘅阿監製啦，睇下可唔可以何摩的出去食餐飯啦。咁啊，胡宏坤又攞咗獎啦，咁嚟緊我都會約佢去食飯嘅。我攞呢度。都是有他們的有他們在這裡，是令到這個獎是更加重。太太今晚沒來過她在家裡之前，因為其實現在說得了，其實剛才女兒和媽媽在這裡是啊，喺現場，係啊，但係因為你知道我不嬲都想低調啲嘅，如果阿 U 喺度咁，大家又會即係見到個女啊咁樣，所以佢哋頭先喺現場，我不斷都望住觀眾席，有啲 reaction， 同埋特別係媽咪啦，我一講到佢，我係好忍住嘅，因為第一日入行，佢係好反對我入行，佢鬧得我好緊要，但我覺得今日我好希望佢可以喺現場系咯，睇住我咯，系。太太有冇话同你讲啲乜嘢啊？即系知道攞奖有冇？佢话好恭喜我可以实现咗咁多年以嚟嘅梦想。嗯。咁佢一路都知道呢个系我一路以嚟嘅奋斗目标嚟。咁佢头先都成 send 咗 message 俾我去恭喜我呢样嘢。